漳州片仔癀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选用多种名贵中药制作，更有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的功效，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均有销售。新冠疫情开始后，许多运动都受到限制甚至取消，竞技体育停赛或没有观众，室内体育运动、健身房等不得不关闭。但是高尔夫球运动却因为其独特的运动方式和魅力，在疫情期间更加受到欢迎。高尔夫其实说真的，像在疫情的时候真的是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因为你是在户外的，然后又是一个少有没有被任何限制，可以跟朋友啊在外面好好打打球。随着疫情的缓解，吴博所在的 JKWG 集团企业更加看好未来高尔夫球事业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发展，大幅增加投资，进军高端高尔夫市场，在大温地区开设高端高尔夫用品定制专门店 Green Tea Golf， 引进多个品牌的日本高尔夫球具品牌全系列产品和多个韩国高端高尔夫服装配饰品牌。集团高尔夫事业负责人吴博表示，根据个人情况定制高尔夫球具，适用于从初学到高手的所有高尔夫球爱好者，并不是球技进阶到一定水平才需要定制。买一套普通的杆呢，其实就等于说是他要一个用户去适合那支杆怎么去挥。那如果是定制的话，不管是新手或者是老手，它的好处是在哪里？它是根据你的身高、你的体重、你的挥杆的一种特色，完全是为你而定制的。此外 JKWG 集团还在温哥华地区收购了一家高尔夫球场，将改建为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并将在华人聚居的列治文市兴建大温地区最大的室内高尔夫球馆以及配套的主题餐厅。吴博表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高尔夫市场潜力巨大，同行之间可以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做这个行业的并不一定是竞争对手， 也有很多时候是朋友。那我们有很多时候是可以做合作的，比如说像我们的 Golf Zone， 我们可以卖到去他们那边做 fitting。 凤凰卫视祖可琴、苏慧文温哥华报道。